也是我所有好朋友里面唯一颜值过得去的，他去拍戏了，他的新戏《约会恋爱究竟是什么》就要开播了，大家一定要记得准时收看哦，祝收视长虹。啊，听说乌力野保呢最近有一部新戏要上了，那以前呢我也跟樊野一起拍过戏，他的演技我只能说他长得真的很帅啊。那因为最近呢他忙于拍戏啊，就很少出现在公众面前，那我相信在网上一直黑他的一些黑粉呢会少了很多的素材，那我希望大家呢可以一起去观看他这部约会恋爱究竟是什么，我相信细心的你一定可以在这部戏里面找到更多黑他的素材，然后也希望这部戏可以收视长虹。大家好，我是范甜甜，那么在这里要祝贺我的好朋友啊，好朋友很多，是谁呢？樊野老师的新戏，这个戏的名字非常的长，叫做约会恋爱究竟是什么，为什么呢？对吧，先要约会才能恋爱嘛，是不是？希望这部戏收视长虹，希望我们家樊野活活活。Hello 大家好，我是大王，我的好朋友樊野野宝的新戏约会恋爱究竟是什么就要上线了，希望大家记得准时去看哦，也预祝这部戏能够收视长虹。约会恋爱究竟是什么呢？